我大概是去年得了痔疮，然后大概前两个月已经基本上根除了，所以给大家说一下我现在的一些新的感受。就是当时得痔疮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努力，买了很多这个产品，比如说这个马应龙，还有这个怀石膏，这个是中药的，还有这个痔疮栓。一方面是这些药物，然后另一方面是个人饮食也是非常的自律，基本上把那个辣椒还有这个白酒啊，还有这个肉类基本上都忌了，基本上都吃那个青菜，还有这个饮食，还有这个生活作息，早睡早起，以及这个适量的锻炼身体。但是我发现最后还是没有好，我反正我就一直在反思这个事情，我就在想为什么别人都久坐，他们没有得痔疮，而我得了痔疮。为什么我上高中的时候也是一直久坐，我那时候没有得痔疮，反而现在得了痔疮。我为什么谈起这个高中那个事呢？因为我发现很多那个小朋友他们从高中时就有痔疮，但是我那时候也是基本上一坐就是一天，也没有什么业余的这个锻炼身体啊什么之类的，那时候反而没得痔疮。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直到后来我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文章，他反正也是这个中医范畴的，他就说那个，就说你的痔疮，用中医的角度来讲，就是说那个湿热下注。湿热下注是怎么原理呢？就是说相当于是你肠胃的这个湿气，如果是排不出去的时候，它会就下注到这个小肠，下注到小肠之后，你那个菊花那个地方可能就会比较热，比较热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个炎症，进而形成这个痔疮。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肠胃下注到这个小肠，根本上的原因还是在这个肠胃。我就在想，只要把这个肠胃搞好了，你那个痔疮就好了。那肠胃怎么搞好呢？肠胃搞好，我一开始就想了，就是说吃的健康一点，就是我也没有多想。后来我也是又看了一些其他的文章，说肠胃，你吃光吃东西的，如果你肠胃已经坏的话，你光吃东西是好不了的，还需要一个东西是锻炼。后来我又接触到这个金刚功，然后练金刚功。但是我练金刚功，我发现金刚功的那个火力太旺了，就是气血运行太旺盛，偶尔就是练着练着的话，它反而痔疮会加重。因为我在练那个金刚功的时候，可能有些动作不是特别的规范，或者说那个最后收功的时候没有收到很好。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，我虽然练金刚功，但是没有配套这个长寿功。长寿功是想起来就练，想不起来就不练。但是金刚功可能会一直练，反正导致这个一直练金刚功会一直上火，会反反复复的这个犯痔疮，所以有那个金刚功就戒掉了。后来那个八段锦和五禽戏也练过，但是好像也不太起作用，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动作不是特别的规范吧，但是也是在一直坚持的。后来我就干脆撸铁了，撸铁我就练那个俯卧撑，还有这个单杠，还有这个哑铃。渐渐的我练那个撸铁的过程中不是出汗吗，出了汗之后我发现那个痔疮反而好了，我吃稍微吃一点辣也没有问题。我就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我一直也没有搞明白，后来又通过网上看了一个视频，还是通过一个文章，就这么说。你本来是比如说就有一个比喻嘛，比如说地上它有那个水或者有雪，太阳出来之后把那个雪一晒，那个雪就化了，相当于那个，如果从这个方面来比喻人体的话，如果人你如果有湿气的话，你通过提升你的阳气，相当于把那个湿气给排出来了。那你怎么提升你的阳气呢？就是通过锻炼。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初期的那个痔疮或者中期的痔疮，完全可以通过锻炼的方式去把它治好。但是前提你要把其他方方面面也得要打理好，饮食方面也要均衡，然后作息啊，心态啊，反正各方面
各方面打理好之后，然后再着重去锻炼一下，基本上是能根治的。所以我对大家的建议是，就能不手术就不手术吧。反正虽然网上做了手术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身体的器官尽量还是要留着吧。